我只是来给你们送些水的，你们就当我不存在，不存在啊！你们继续。别走，我有事找你。马不顿好。哦。坐下去。嗯。坐下去。坐了。站好。用力。想喝水。你们头怎么忽然想要教你武功啊？我也一头雾水啊。他说他不一定会一直保护你，所以想把他会的都交给我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问他到底要去哪儿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要上前线去，有可能一年半载都回不来，希望我学会保护自己，也保护摘星姐姐。我就说，你自己的女人自己保护，凭什么要我来保护摘星姐姐啊？那他又怎么说？他说他也希望一直保护你，但世事难料。哎呦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没事的，是他多虑了，我不会让他离开我们的。哼，想离开？他肯定是忘了他和我爹的约定，要一直照顾我长大的。别想拿打仗当借口抛下我。他没想抛下任何人，真正的他是如此善良，凡事都会为他人着想。我倒是觉得他现在越来越像我爹了，凡事都操心过头了。他是真正为你好，你可别辜负了他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月儿，过来练剑。去吧。嗯。你知道以前在博王府，你还是博王妃的时候，我最喜欢每天的什么时候吗？黄昏。
意味着一天的劳碌就要结束了，而我回去就可以看见你，看见你傻乎乎的在博王府等着我。我一回来，你就叫我一声殿下，那一声让我一天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那我离开博王府来到晋国以后呢？我每天都让自己忙到深夜，没有心思去想你。但也很奇怪，回去的时候还是能听见一声殿下，可回头一看什么人都不在。有时候更会像行尸走肉一样走到你的房间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以后不会了。真奇怪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心这么强烈，这么深。少甜言蜜语了，我就不信我离开你这么多年就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你牵肠挂肚。没有，你是唯一。胡说，姚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魅力，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就不信你们两个就从来都没有暧昧过。真的没有，你太不了解夜煞平常的训练有多艰苦。那可是美艳动人又体贴的姚姬，我就不信你连一丝丝的遐想都没有。真的没有。你说实话，我不会生气的。真的。那夔州城的那个花魁绿芙姑娘呢？心真不错，这么久的事情我都忘了。不知道当年是谁亲口说的，那绿芙姑娘何等的娇媚动人，取悦本王。哎，也不知道那年后来这绿芙姑娘表现得可好了。那年明明说只有我可以逗你开心，一说到丽芙姑娘你都习惯了。黑的深邃在眼也无畏，任性追的余晖照亮谁，还没说完呢。都你说，该换我说了吧？我们聊聊吉冲好不好？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差点交往通州少主，是不是？你明明知道从小到大我只对……我知道你死心塌地的想着我，为我在夔州城连退数十位求亲者。臭美，没有你的我是谁？没有你无所谓。怎么会有人吃醋闹脾气都这么惹人怜爱？
我们下半辈子都能像现在一样一起散步，那该多好啊。不准偷看。可以睁开眼睛了。乔果，过几天就是七夕了，我们两个提前一起过个七夕吧。好快，一年就过去了。是啊，这一年真的是太难熬了。倘若我们两个能够早一点知道真相，就不用等那么久才在一起了。我们熬了八九年，经历了误会、相爱、憎恨、歉疚，最后终于在一起了。那些过往就是告诉我们此时此刻要更珍惜彼此。线，我不信那些，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身边就足够了，不想去想未来的很多事情。早上做菜，你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，我就猜到是乔果，所以特地准备好红线。现在变得很会演戏，很会哄女孩子开心。我只会对你好。翟星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这根红线我这边打的是死结，因为我这辈子就只要你一个女人，但你这边我打了一个活结，倘若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也不要死心眼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么死心眼。都过了八年了，未来的十八年、二十八年，我都打算这么过。翟星，我不听，我不想听。不说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不提这些。
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硬硬的？失去你太痛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我之间的回忆。你才死心眼儿。你今晚早点休息，我每晚还要练剑，为对付楚有归做准备。你身体不适，不要练太久，过两日便要启程离开了，怕你累着。不管是练剑或是去救人，都要早点回来。我答应你。大哥，我们为何按夜练剑，还要蒙上双眼？这是练心眼，感受万物气息，加上你天赋异禀，夜战必能所向无敌。练剑吧。陛下有令，殿下不能随意离开。禁卫军里有多少我们的人藏匿其中？大约500。传令下去，有刺客入宫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得轻举妄动。是。子申大人，子申大人，正经公公在外头，说是有性命之忧的要紧之事。性命之忧。
是。太保不在，夜里来报，莫不是擒拿计划生变？景公公，是此神。出事了，郓王要反，他果然动兵了。他怎会？不可能，难道被识破抢先了？所以陛下让我赶紧来问你家主人有何消息。主人这才奉旨去调兵，只是他怎会说反就反？陛下揣测，对付允王的消息可能是意外走漏。不可能，这次行动世间仅有几人知晓，怎会？那最有可能的是谁？不可能是外人，难道是博王？你放肆！你们竟敢抓我！允王，原来这是圈套，他真的要杀鹏王，而且还是联合博王。事到如今，本王依旧不如那个畜生。景公公，快走，快告诉陛下，蜀有快要反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本王早已不信任张锦，他并非张锦，只是长得极为神似。陛下，抓到张公公了。杀了，儿臣该向父皇请安了。张锦，给朕拿水来呀！张锦，有没有人呐？来人呐！人都去哪儿了？张姐，
张姐吗？是谁？父皇，是儿臣，是您诸子之中跟您最像的有归，特来向您请安。禀太傅，大营将士已聚齐，明日便能赶回皇城，听候陛下差遣。好。所藏剧毒，纵然你有本事抗毒保命，此刻也必是晕眩吧。兄弟们，杀了他，好恨与亡灵赏。杀！停！可听说了，陛下终究不会咱们四点下了。这不是听说了，咱们才拉更上来吗？对呀，对呀。滚！怎么快了？真是为难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四殿下！众将士听旨，他虚妄党羽，犯上作乱，杀害先皇。你们把我父王怎么了？幸允王贤明，得苍天护佑，先皇封卒前亲允传位于二皇子有归。驾崩了！你们杀了我的父皇！殿下，今日无论如何你也一定要忍，只有活着才能报仇。为报先皇血仇，除君王殿下外，其余逆贼尽诛不赦，钦此。你怕我也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放心，国王殿下一定会来救您的，一定会来救您的。他说的没错。国王跟马摘星定会来救你，所以只要有你在，国王也是未战先败之势，这也是朕留你性命的原因。朱有归，我要杀你！朕必会好好保全你的性命。你这个凶手，你杀了父皇，你竟敢篡位！表叔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抗清！已经沦陷，对付楚有贵的行动已然失败。宝华还在等着我，我不能倒下。
诸位大概已经听闻了紧急军情，楚有贞已弑杀楚奎，绝不可能是有贞做的，不可能，做出此事的一定是楚有归。你何以如此肯定呢？我原本已与楚奎约定好，数日后入京捉拿楚有归，然后让有贞继位，想必是楚有归察觉到我们的计划了，才先下手为强。还请晋王恕在下隐瞒真相之罪。本王明白你的苦心。都保，楚奎刚死，眼下正是我们的可乘之机，但这明州一时半刻难以攻下，恐怕要失去这次攻敌的时机了。不，楚奎生前曾留下遗命，如果他遭遇不测，三日内便可攻入明州。哦，太好了！楚奎虽非明君，倒不是老谋深算，依然留下了应对之策。好，国军就在明州城四处设下埋伏，提前应对。等咱们攻破明州，便可步步直击京城，救出你四弟。耶律宝纳，你难道一定要违抗我这个王兄，违抗我们的父王，违抗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，你要嫁给那个男人吗？王兄，就算你软禁宝纳十天十个月，本公主心意不变。你说那个男人是谁？不说。王兄的好宝纳，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好男儿，王兄都能给你，可是你不能远嫁呀。啊，这你这不胡闹吗？快放下。哎，我们再开放也容不下当场脱裤子的公主啊。你王兄，你看，哎呀，快，赶紧解开！不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王兄给本公主的脚镣，让本公主没有办法走向幸福。那宝纳我，哎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这是，我只好这样子跳一辈子了。哎，来，快过来。给本王看好公主。是。王兄，公主，本公主一定要逃出这个地方。给我解开。明州守军已经撤退，看来楚奎之计已经奏效了。这都伯听力异于常人，能听见守军动向也就算了，这皇女怎么也好似能听得到似的。我自然是听不到，但我能读懂他的神情。你听的果然没错，这日来了信号，楚奎下的最后一道圣旨的确是撤下所有守军，我军可速去拿下明州城，敌军纵然回防也无力回天，明州已破，乘胜追击下我军定能直捣苏阳皇城。大意不得，可再一探。再一探。
这俩人默契可真是一等一的好啊，怎么看都是绝配佳偶。少帅，我说错话了。不，他们两个的确是天生一对，不可否认。我们先跟都伯回去，克朗，你留在太原城招兵买马。想要攻取明州，得先扩军备战。是，少帅。没事。没事。你这颗琥珀，不是说可以给人带来勇气跟好运吗？本公主千辛万苦才来到晋国，你就……拜托你行行好，让我快点到吉冲身边吧！本公主求求你。川王不缺兵器，不缺粮，缺有志之士，一同加入新编部队，共同杀楚灭杨。从军者可获得食粮配给，共同周结暴政。从军者可获得食粮配给，共同终结暴政。从军者可获得食粮配给，共同终结暴政。那个谁，你说只要从军就可以见到川王，还有粮食？对，攻打宿阳在即，川王为了练兵，通宵达旦，新编部队就是由川王亲自率领。这位小哥，你想从军？想，川王他可是本宫，是本公子我的志向，我也陪他通宵达旦。好。还好吗？一直以来都有姚姬留下的药撑着，只怕现在……你太低估了吧。哇，这么丰盛，哪来的如此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人啊？现学了几道好菜，帮你补补身体。我要端菜。我来。小心啊。没问题。一个时辰了，你发作的越来越频繁。对不起，我太高估我自己了，这点小事都有点难。哪有的事？笑而已。
是。我还有好多心愿没有完成，对你，对六儿，还有捉拿楚有鬼救死敌。时刻注意城下局势。是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咱们禁兵素质越来越差了，这种身材也能来当兵？哥，听说你战马照顾得不错，继续努力啊！是。川王的衣服呢？川王已经亲临教场，帮我把这两件衣服送过去。分开不难受，难受的是两颗心。于是向前走，但我没有说，唯一能改变我的还是你。多想往你怀里奔去，感谢你放任我迷信，但留到开始爱伤害都不存在，永远都在一起。你心跳那一秒钟，天听见着你的笑，就这样一直走。我愿意等待，等待你明白，永恒其实就藏在我们相信。感谢你。